它的重心啊就受到平衡影响。对，哦，奶奶会满心，哎，奶奶这一次好像自信很多了。嗯，这回对吧，这回状态感觉不一样了。感觉换了套铭文，感觉对吧？现在是敏捷铭文，前面出了套肉，对，有点害怕。哦，有点不一样啊！敏捷一下，哎，有点不一样了，敏捷起来了。嗯，对。他说了句啥？我不知道，家乡话啊。不错，13秒36，挺好的，挺好。最后那一下那个脚点好像一直在没选好，对，选择脚点的地位。13:36，请返回休息区。女子攀岩预选赛两轮比赛的胜负是，成绩正在采集中，请大家关注。